好，我们看这一题。这一题它说分别带有三库仑跟负一库仑电量的两点电荷相距四公尺，今次的测得在此两电荷连线的直线上有 AB 两点的电位等于，其中因为这个电荷呢比较大，所以呢跟这个电荷比较小，如果要电位要一样的话，因为这个间距电位是正的，这间距电位是负的，如果大小要一样的话，它要比较靠近什么呢？这边的。我假设这一点叫 A 点，这个是零电位的话，那我现在算什么呢？算这个距离啊，这个距离我叫 X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它在这里建立的电位是等于多少呢 ？X 分之 K 啊乘以负一。负一库仑就负 K 啊 ，K 的话是电力常数，K 的话是等于九乘以十的九次方啊，标准单位这个符号也可以写成四派 H 同体，分之一啊。好，那会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它在这里建立的电位，就是等于四减 X， 分到分之三 K， K 乘以三，三 K。那给它交叉相乘，就可以把 x 算出来。交叉相乘的话，就是负的四减 x 等于三 x。好，那负的是移过去，这个是我看这个应该加起来等于零啊，这里我写错了。这个在这里建立的电位是等于 x 分之负 k 嘛，加这个在这里建立的电位，这个如果相乘应该取绝对值，加这个电位是四减 x 分之三 k， 这电位等于零，那这个 k 不要看的话就是四减 x 分之三等于 x 分之一，这 k 不要看。那这样交叉相乘，三 x 等于四减 x， 把阿巴移过来，移过来后四 x 等于四，那 x 等于一啊，就是距离这是等于一。另外一点B 点应该在这里，因为这电荷的大小比较大，这我叫 y 好了。Y， 好，那么它在这里建立的电位是等于多少呢 ？Y 分之负 K， K 乘以负一嘛，就负 K，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距离多少是四加 Y 嘛，四加 Y， 分之 KQ， Q 的话是三，所以是三 K， 完了 K 不要看。交叉，讲错了，就是加了。这电位等于零嘛，就是这个在这里建立电位，加这个在这里建立电位，等于零，这样子。如果你要另外相乘，要取绝对值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样子我就晓得这 y 分之一过来 ，y 分之一等于四加 y 分之三交叉。这四加 y 等于三 y， 那这样呢？二 y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四，也就是说y 等于二，这个等于二，这 b 点呢？那他问 a b 的距离嘛？那 a b 的距离是多少？a b 的距离就是一加二。x 加 y 3，所以答案是3，所以这一题应该要选 C。